21点比赛即将开始，公布一下选手比赛场地：郭宏博、荣毅二号台，薛明、杜伟三号台，王瑞、陈大卫四号台，郑博洋、李海明五号台，郭丽、李志勇六号台，何文冲、彭子轩七号台，于长江、董毅八号台，陈银飞、房国明九号台，董斌、赵雷十号台，陆川、陈永永十一号台，李英东、霍慧强十二号台，孙崇、刘俊年十三号台，刘畅、雷义伟十四号台，盛凯、王春亚十五号台，申重阳、李恒 TV 二号台，刘夏之、铃木千吾 TV 一号台。在比赛开始之前，提醒一下场内所有人员，请将您的手机调为静音或关闭状态，拍照请关闭闪光灯，赛场内禁止吸烟，观看比赛时请保持赛场安静，注意请触碰每张球台录像支架设备和记录仪支架下方的电源线和插座。企鹅体育、中国体育主播可在2至6号台直播，但不允许现场解说，谢谢合作。
欢迎大家来到英之谷乔氏杯2019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的比赛现场。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本次比赛第一阶段9至24组第三场比赛。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二号台裁判员张毅，运动员郭宏博、荣毅。三号台裁判员张兴禄，运动员薛明、杜伟。四号台裁判员刘凯，运动员王瑞、陈大卫。五号台裁判员易龙，运动员郑博洋、李海明。六号台裁判员刘欢，运动员郭丽、李志勇。七号台裁判员傅一冉，运动员何文冲、彭子轩。八号台裁判员龙飞，运动员于长江、董毅。九号台裁判员赵帅，运动员陈银飞、房国明。十号台裁判员魏金亮，运动员董斌、赵雷。十一号台裁判员张宝，运动员陆川、陈永永。十二号台裁判员张正，运动员李英东、霍慧强。十三号台裁判员刘东来，运动员孙崇、刘俊言。十四号台裁判员李智慧，运动员刘畅、雷义伟。十五号台裁判员杨小雪，运动员盛凯、王春亚。TV 二号台裁判员刘金浩，运动员申重阳、李恒。TV 一号台裁判员周世龙，记录裁判员孙悦、杨俊奇，运动员刘夏之，日本选手铃木千吾。现在比赛开始。
15号的正门。